在日本与台湾都大受欢迎的《彩云国物语》，在角川出版的邀请下，作家游罗海里受邀来台与漫画迷相见欢。而游罗海里是一位短发气质的女性作家，一出场就很有风度地向读者问好。当问起老师在作品中最喜欢的男角色是谁，游罗老师表示最喜欢是黄麒麟，但最认真画的角色是静兰，深获读者认同。可惜游罗老师不愿意被拍摄，想要看到游罗老师庐山真面目的粉丝只能亲自到现场捧场了。